有人可以回转乾坤啊！他说错了吧？他说错了吧？是结束了，我已经还没有人了，已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来啊！我不怕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就等他过来。怕谁？来了，是不是？老朋友。还剩你了，好累。哎呀，为什么老是要跑呢？我现在使用的技能无中生有。无中生有，哪个队长他会直接跟广播间对话，编造了一条假的二次信息。王彦霖 out， 王彦霖 out， 星辰王彦霖 out。 我现在请求复活，然后送大家一首生日快乐歌，祝所有听到这首歌的人2019年生日快乐，年年快乐，岁岁快乐，永远快乐。他是自己把自己要的吧？假的那是。假的。这招有技巧，这招用的很好。他可以保存实力啊。你还有力气吗？我还有啊。能吃吗？应该很精彩的战斗会出来的。来一个，来快点，战斗。来吧啊，来，来来来。来，告诉我谁赢了。如果是王彦霖赢了，真的，我们集体揍他一下，我们集体要干他。来了，我们在外面吭哧吭哧跑了那么多个小时，他在干什么？王彦霖想躺赢今天。别走了啊！别走了，我赌 Lucas。我也赌 Lucas。我也赌。三、二、一。恭喜 Lucas 夜间成为我们今天功夫特辑的获胜者，恭喜！今天你们从平凡的工作启程，一路接受了各方面的训练和多番的较量，也认识了很多功夫大师，体验了作为大侠的快意对决。但是所有这一切是很多习武者的真实写照，有请大家。尽力。今天呢，也恭喜 Lucas 成为最后的获胜者，获得由 MC 提供的独具佛山功夫特色的礼盒。来，有请。不是小黄金，我赢呀！